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哈达。现在是11:45，是 real time 的。So, 哈达呢，今天当然不是很好了，你可以看到很清楚。Deadpool 这条支撑线这条，呀、yeah ，这条线就是之前我画的这条线，也就是这边的高点，看到吗？呀、yeah ，这边的高点来的，它 Deadpool 了。整个趋势就不好了，肯定是这样子。那它的下一个支撑呢是这个MA20， 也就是大概在5.4左右吧，5.4毛半左右呀，5.4毛半左右。它跌破这个支撑呢，你看到吗？这边也是跌破这个筹码峰跌破了。我估计呢，它会形成第二只脚。就是我们讲的一直讲的第二只脚，回来这边到某地方再回去，就是这个 higher low， 这个是 low 啊，这个在哪里呢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。现在看到的支撑是5.4左右，我们就看一下还会不会在5.4这边弹上去呀。如果跌破的话，就是这个咯，这条线。大概是5.3左右吧，呀，所以我们就继续观察，看一下它会在哪里寻的支撑。谢谢大家。